特别昂贵的手捧花就是铃兰，看一下，就是这最跟烂草根儿一样的东西。其实它中间都有很饱满的芽点，秋天了又到了种植这种铃兰的时候了。铃兰这种花特别昂贵，英国王室以及许多明星在结婚的时候手里捧的都是铃兰，它又叫做幸福归来，所以养盆它是非常吉利的。铃兰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，所以养护起来也比较容易。它是那个手捧花，一捧要用到10根儿，所以说一捧手捧花要卖到10000元，显得是特别的昂贵。秋天呢，正是栽种它的时候，买来的时候呢，很多都是这种草根儿，可以把腐烂的根系给它剪一剪，然后把它栽种在土壤中，把它的芽裸露在外面，放在半阴的地方。盆土干到一半左右的时候再给它浇水，很多地方今年就可以开花了。但是有些地方呢，因为温度的原因，到第二年春天才可以开花。它开起花来就像一朵朵白色的小铃铛一样，特别的漂亮。